我先厕所一下。喵。好。对，谢谢，感谢提醒。不客气，不客气。哦，他是说感谢提醒阿旺的钱。啊？还钱没有？啊？哎？看装傻。啊？啊？你讲啥？对。不客气。啊？什么？大锤！怎么摇杆上不能用？南瓜眼灯，好可爱哦！啊，对，怎么了？哇，好可爱哟！さてやるか。噴霧の手入れを怠るなよ。啊！怎么开心？没有，锤子的一个叫晚安熊的也太可爱了吧！哦，有啊，那很早之前就可以做了。对，我是今天才开始在摸锤子。哎，有人创房了吗 ？No， 还没。我在跳八分贝，创我创，没反应。作るか、鍛えるか。魔物猎人，嗯，哪蛋呢？哦，先继续刷护石，刷护石地狱，刷起来。哦，啊，护石真的是地狱。护石就是运气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啊，宝玉也是运气啊。哦，对。两只毛，我把 rank 低的全部都刷掉。收刀术、毒耐性、天佑术、意志偏移，这好像可以留哎。納得いくまでゆっくり選んでくださいね。時間はいくらでもありますから。
血耐性，这些都不用。超会心，这超会心没有用。快速变形。升血。去。行。冰爵耐性，快吃。荣誉用完了。我做那个通常蛋的那个竹子哦，对，做一个两颗龙鱼，好贵，贵死。没事啊，做三颗。对，我就知道做三颗。啊，六颗龙鱼啊，是在抢劫哦。这是想把那个老板先揍一顿，你要不再考虑一下？KO 术对子弹来说有用吗？子弹，哎、欸，我记得有的子弹是有晕眩的效果吧？有斩裂跟那个啊，侧甲，可是不知道有没有用啊？侧甲应该会有，但我都会吃一下。可我记得散弹是不是打头也会晕啊？散弹会晕啊？还是我？ルグは狩猟の要ですからね。K.O. 帅，闪弹的我破坏王二，我缺龙玉跟暴鳞龙的材料，打暴鳞喽！行，龙耐性三，七寸。哎、欸，蛮二有，蛮二是掉一般的龙玉，还是有另外一個？还有他的逆鳞哎，你考虑一下。蛮二龙有那个、啊、他的红玉跟逆鳞哦，好吧。哎、欸，你们有打过青熊首领的吗？青熊首领不是一开始遇到就是青熊首领吗？不是不是，是狩单纯去狩猎他的。哦，没有这个，那我们现在打这个好了，反正。那等一下我要打那个暴鳞龙，我从来没打过。哦，从来没有。行。大色一、嗯、好。奇鱼，材料叫奇鱼。哎、欸，那个要去上位的地图钓鱼。啊，对对对对对，水墨林上位的不是哎、欸，我水墨林跟那个龙岩洞也有，水墨林也有。对，哦，钓鱼。嗯，等一下有玩到的地图再带你去。嗯。哦、我才想说有没有报酬金，有欸、嗯、防御大催眠啊，好可爱哦、喔、什么东西，那个熊熊要脑充血了，嗯欸、他是倒过来的，他举武器，我等我们去训练场看。走啊走啊，传出来。拿起来打，很可爱、欸。很扯哎、欸！你看，啊，对不起，看错了。看你被打。好、
这是我霸体哦。你看，拿起来挡哦。对吧？没有，有伤害。你看啊、哦。哦，130。没有、啊，35。哦。晕了。哎，好扯啊！哇，晚上砍了10只蛮二龙都没有宝玉，哇，你也是蛮累的。好累哦。等一下打的是英雄首领。首领哦。对。嗯。哎、欸，还记得那时候的首领雷狼龙吗？哦、欸，首领都是恐怖的。哎、欸，我没有打，我不知道。真的很恐怖。好了，用满了。更换装备。我还需要打阎王龙。哦，好。然后第二的路过水木林，我去钓鱼。嗯。你们帮忙比较好，不然他被那个水什么兽的那边乱烦死。你直接把他揍死就好了。对啊。我等一下看到精灵鹿会先去打他哦。我缺优质毛皮，对，一张。我的熊熊就可以进化了。可恶，没有。这个地方会可以钓奇鱼吗？这边没有。没有。黑黑的，哇、哦，好帅啊！眼睛，好帅啊！可以拍哦，记得先拍照。啊，我已经在打了。哦，好，没事，哈基可以先拍照。我想拍死掉照。那是一招猎人。对。哎呦，哇，屁股很大、啊。哎呦！哦，他会丢石头的、哦。哎呦！他还会揍你。他怎么不痛？阿青熊吗？哇！你看我这血量根本就没扣啊！他是上位，哎、欸，不对啊，首领呢？哎、欸，对啊。他搞不好等下生气就变痛了。搞不好了，我不知道。啊！生气了，当僵尸形态。干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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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想做你。说你不痛是另外一个。我知道你很痛，你很痛。他还拆门了，他还拆门了。哦，很痛哎、欸，很痛哎、欸，晕了哎、欸。哇。啊，还是因为你是天慧装啊。我没还没穿啊，天慧装我没穿啊。嗯。没有啊，刚刚没生气啊，现在变痛了。哦，来了。不会破坏。还有扁了、哎，真的是扁了呢。
真的，我被打了一下这样子，可是晕了，是的确是晕了，可是，哎，发生什么事啊？还是阿旺？这是装备没有强化？这是进阶的轻熊兽吗？还是任活动的？你看阿旺被打的血量应该是的确是蛮强的，可是为什么我？我防御多少？我防御468。 好了，打好了，打。我被挤下去。奇怪，还是我刚好都是被指甲扫到，不是真的被拳打到。后面啦，后面啦，你后面啦，你看我干嘛？后面。哈哈哈哈哈！你最好掉尾巴哦。换位置。掉尾巴？尾巴？你说尾巴？那个尾巴感觉很可爱，很可爱啊，差毛的样子。再给你一撮毛。 啊！就轻熊的毛啊，就他的尾巴了，怎么了？哈哈哈哈哈！这么轻的尾巴，哎呦，很痛哎！好、哦、手！哎呦，我要站在这里喽！手也太难了。 这个位置很棒，<笑>我是不是也去影院那边好了？<笑>可是你弓箭要一直滑步，一直就什么的、啊，我不用啊。我前后滑就好了。哦，你可以试试看。<笑>就他要杀我。<笑>好了，这位置很棒哎、欸。<笑> 这里的就是在，哎，有人去找，去找香虫了，但是阿汪被追杀，香虫在这出口，还好。哦，看到了，哦，不明显。哎呦，<笑>对不起。<笑>你自己来，我弹道不能怪我。哎，你不要叫，你闭嘴。<笑> 哎、欸，不是，我怎么骑上去了？我只是在射子弹，你要去哪里？来，啊啊啊！好痛！他麻了，他麻了！好，排水，不能用这一招。好，撞他了，撞他了！我是哪里？我是谁？哦、没错。<笑>掉的东西还只是轻熊的东西而已、啊。对，它只会有一些特殊东西，哦、但是大部分还是普通轻熊的东西。啊！要掉啦，就浪哥哦。<笑>啊！揍他！揍他！哎呦！ 他跑了，他跑了，不用理，那是牛。打架，打架。哎，七成了。不是，老翁，牛翁，老翁。老翁兽来了。那他来了？干嘛？他干嘛？他刚被打很，他觉得被打很不开心，他想要再补回来。
我打不到，我看不到青熊啦。他在老翁的后面。哦，我知道用贯通了，我受不 了。白痴哦，都打在你用身上了啦。哪里在？我看不到，我看不到。你用是不是很大只啊？超大只。其实本身就不小了，但是他对他好像有特别大只。哎呦，倒他倒了，第二次，第二次。啊，卖酒卖酒，不要叫不要叫。捡落物喽！不要叫啦，叫了不会停手啦，只会更兴奋而已啦。好，原来他叫你会兴奋。干嘛？我在这里，我在这里，我在这里。啊，你真的是在这里呢。哎，没子弹了。什么声音？玻璃杯吧。放杯子的声音。那声音好大声。被石头砸晕了。他倒了，他倒了，打他。可能是听到受玻璃碎掉的声音。哦，好好，但他碎很大声哦。真的。叫了，哎呀！我走一下啊，换个位置。有毒？嗯。首领应该都不能抓吧？对。虚弱，他虚弱了，他出现那个红可以抓的符号了。嗯，他是想跑，是想跑，是跑不掉。对，不要啦，他走，那瞎子。为什么要杀我？是了。哦，进阶的比较简单啦。你不啊？没有在拍照。哦。那是一兆猎人。掉落物，掉落物，捡个掉落物。那就这样了。首领轻享受。嘿。啊！你敲到矿。放就在我旁边。托米每次吃完吃到处都是啊。肉欲，首领的熊掌。哦哦哦，熊掌一个，两个熊掌，三个熊掌。哦，都没有，完全没有首领的东西，是不是？你应该是有一个熊掌跑到医院那了。我妈妈偷来的啦。啊，很会偷。妈妈偷了一个熊掌回来。原来这是熊的第三只手。哎呦。
都好了。来哦！你找有水墨林的啊，地图。水墨林哦，你说刚才奇遇？对啊，或是那个龙岩洞。看我缺啥嘞？啊，龙岩洞好了，今天我那时候是在龙岩洞钓的。啊，阎王龙。哦，好啊。好。哦，原来我拿到百龙夜星，我的猫中有百龙夜星。吉娃娃。吉娃娃，準備できてるよ。急ぎます。蛋嘞！我的猫头鹰，去领一下。他是怕啥嘞？有声的抗议。卖惨了，爆破！哎，为什么知道防御这么低？没有冲过吗？快去冲一冲，强化一下。啊，你强化，那我补一下。仓库的东西没有哦，这套因为穿了两个比较烂的，哦，绿色的，对，巴拉。啊！把地板擦干净之后，你就开始爬起来又在吃饭了，然后又在吃到处都是。哇，鸡巴毛！计划通。来，阿基你运动了，去左上的营地。三号。对。不是这二号。啊？这里。三号右边的那个钓鱼在三号啊。哦。然后往三号走。找个，哎、欸，那个点，这附近会有个鱼池，绕一下。哦，啊，这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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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哦，我有哎、欸，哪一只？哦，那就很明显的、啊哦，超大只，对。好，我有红色的还是什么东西？什么爆炸鱼哦、喔，还有火药金鱼，对不对？八火什么鱼的？它一样是其余的。对对对对对，哎、欸，干就是它，就是它。我每次在钓鱼钓一半的时候要咬它。我的鱼刚刚是其余咬饵，然后爆到一半，它就给我冲过来撞一下。撞一下咬饵是我按，直接按收竿按一次。但是你怎么钓鱼就怎么那个那同一颗箭，他没有那个 QQT 哎、欸、QT， 啊就直接钓起来。对，这一代的很简单。其余可以一直出现的、喔。对，对，他就是鱼不像之前钓完或是有什么他就都不见，然后你钓的时候钓完他就会刷新耶，知道吧？
那我先掉个五条。是不是有人准备？有人在打龙啊？要啊，交换器忘了换。啊，算了，这招也没差了。 啊，不是，怎么是你咬二？我掉奇遇，你在这干嘛？扩散金鱼。啊，闪错边了，对不起。这里，直接把饵砸他头上就好了。嗯，对啊。 这一代钓鱼真的是太好钓了吧！嗯，我应该带反击。哎，他走了。虽然我不知道我钓旗鱼要干嘛，就钓啊，有一套装备需要。嗯，衣服，还有一只旗，它是。 三级动、二级动、一级动各一个。哦，我建材组。上一次好像有人说可以做那一套装备，那一套装备很好配装。嗯，它本身没有能力，但是它就三个洞。哦。阿旺，我来啦。没有，我刚回去换交换器。阿旺，我要回去了。 不会吧？会啦，身上着火哎、欸！因为见识过着火的有。着火而已，你又不是烧成炭呢。我是不是走错了？你在哪里呀、啊？哦，底下。没事没事，留下来。还是你的下面跟杰克的下面是不一样的？嗯，那我那就要先问一下杰克的下面是。 我翻滚撞到他，他又放撞下去。来了。弱点是头，是不是？嗯，他而且他铁头宝宝。弱点是头，然后是铁头宝宝。对啊，就他的头很难爆。 尾巴翅膀都断了，就头最难爆。哎呀，没躲掉！干嘛干嘛？我才刚来，不是我，不是我。我啦，要杀我啦！破繁星。啊？ 过来！嘴巴过来！被盖火锅了，干！哎呦！ 啊，对不起嘛！<笑>我只在切尾巴而已嘛。<笑>下去啦！对不起嘛，我上去啦。哎，好近！他走了，一定要这样上上下下啊！ 这个提灯可以拿，就它能干嘛？我一直想不起来。加血量，就加一小格暂时的血量。哦。
今天很久没开麦喽，有没有没开麦啊？对，你啊，对，哎，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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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打架打架！他睡醒了，他睡醒了。啊啊啊啊啊啊！阿高阿高阿高！啊不是，我在拆尾巴。而且你直接撞阿高嘛，让你骑。好好好，你们去杀龙，你们上上上上上。好，我来。哎呦！不要乱动，不要乱动，站好！哎，你在打他，叫你就不要乱动了。你这样乱动很不好，拆尾巴。对，站好。是不要把尾巴藏在石头里。哎呦，倒几次。我斩裂弹用完了，好快！先捡个落物啊！他倒了，捡到翔虫了。金狮子的黑毛，他翅膀都被拆了，好狠，好狠，好狠！哦，好辣嘞，好爽！别动啊！哎呦哎呦！哎呦！捡东西，捡东西！打他，打他，对着打他！不是啊，不是我，打他啦！他的子弹比较多，打他，他打得痛。怨虎龙来喽！两只猫要打架喽！他去打架，他去打架了。哦，他直接去打架。好看的，好看的，快！两只猫打架，看没了。再打一下啦，再打一下，没了。哇，他有火哎。对，我可以喷他了。嗯。他倒了。哦。哎呦哎呦！你怎么一直站起来跌倒？站起来跌倒啊！哎呦！啊，你怎么又站起来又跌倒？决定一下，锤子很重。哎呀，跑了！没事了，我去拿斩裂弹。好。哎，要跟金狮见面了。对，他要继续玩了。打地鼠。他上去楼上了，对，他现在在露天的位置。耶、yep ！哦，有落物哎，这个金狮子的。没有啦，我没有切你尾巴啦，没有啦，我没有啦，啊、没有切啦。他尾巴断了。对耶，尾巴。被我挖吗？断了、啊，刚断。嗯。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。
他切的，对，他切的，对，这是他，不是我啦，不是我啦，是他啦，啊！对啦，就是他，你答对了，你答对了，没有啦，答错了啦，不是我啦，他就在这，他就在这，他就我这，他就我这。 一八一八，对啊，不他不他对不他不他不他，不是我啦！啊，就是他啊，不对啦！哎，对，没错没错没错，很好很好，就是 nice nice， 打他就对了。 漂亮漂亮！不是我，没事没事，我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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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！哎呦！哇！挡到了！哎！哇！电切锤！ 脸已经完全爆了吗？嗯，爆脸爆了，脸爆了，他已经全身拆完了。嗯，啊好，要死了。啊，这个很痛，身上有火比较痛，有粉比较烦。嗯，哦对。为什么他要起飞？每次都被他骗。为什么？这只是黑毛？为什么？<笑>为什么剪得到毛？我怎么没剪到毛？ 为什么？这里为什么？我刚在你们都来之前，他们曾经有打过架。哦哦哦哦哦！我想说，殿下金丝蛇黑毛啊！哦，有火就打不到。哎，打他！对，打他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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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他了！你明确被打到了。我是，快跑！ 哎！快死！不要走！走掉！不行！尾巴，尾巴，尾巴挖了！完美！牛！ 刚好看到亮亮，哦呦喂，好多亮亮的我没捡到，来了我来了，哼，怎么要睡着了？困了，太困了喽，困啊！他血所剩不多，他剩500滴。 100滴是他1%的血量哎、欸，哦、啊，哎、欸，我不好冲哎、欸，啊，这边好多落物啊，真的假的？那你晚点再杀好不好？金狮子的黑毛，他总共是他，还是什么龙之类？他已经回1%的血量了，回血会很快、欸。那打，等我一下，还行啊，他已经回了快1000滴了。 没有，等下就没了。我来了。其实我们放爆筒的效益不高哎、欸。是哦。嗯，我们放爆筒的那些动作，其实加一加，它差不多也是回150到200滴一次动作。
一个人的话，如果很多人的话，加起来应该就蛮多了吧？如果是一起的话啦，当然多。但是我没有，我有耐冲啦，射我干嘛啦？我无聊，不行了。好啦 ，OK。好。各位，拜拜。哦。哎。装死。刚起床就这么大声气，起床气哦！哎呀，你万一再砸在他脸前，他能不气吗？啊，要是你睡着，然后旁边有人在旁边放水人羊，棒！气死！我来起来，而且这爆炸了，这不是水银的程度，这是大龙炮的程度。哎哎，月火龙掉东西了！哎，掉了掉了掉了！上灵，他的哦逆灵呢？我靠！掉，意外送哦！哇！他是来恭喜恭喜，来这给你！然后他就跑掉了。嗯，他走得很干脆。他来恭喜完就跑了。对。みんなやったよ。哦，龙玉。阎王龙的宝玉。哦，猫偷了一颗。哦。回头，哇！你猫很狠哎、欸，直接伸到人家身体里面抓一颗出来，真的很过分，但好爽，啊爽！中毛还是不够，再来、啊，再打，再来。好好好，哦，所以刚才那只焰火龙掉落是我的猫冲过去揍它一下就掉的，是这样哦。它会跳通知啊，说使用什么掠夺什么之类的。哦，再一次可以抽奖。差十是怎么回事？你说最后炼金差十哦？这那都五算送你啊！十真的也太尴尬了。喵喵叫，真的是哦，那是猫吗？难搞，最难搞。你想干嘛？要讲话啊！开口讲话啊！他是跟你喵了，他讲话啦，但是你听不懂啊。你要什么要讲？要讲罐罐接不了任务，你接不了任务。你要重开始定的吗？那重开始定的。阿汪接我们接他的，也是，我可以这样。阎王，可以好。
阿王接任务，我们接他的任务。这猫真的是怪猫。站起来说：“去拿个扫把好了。”一站就疯狂打我脚。哎、欸，不对，我不能接任务，为什么？对啊，你就重开始定啊。他其实目前这种状况好像是那个云端没存好吧，还是怎样？啊，太废了。我今天是游戏关掉，连Steam要重开才好。对，我昨天遇到就听他记得就好了。啊，我之前都是多接几次任务就好了。可能刚好再多接几次，那个云端刚好上传好之类的。哇，他这次直接不读取，直接跳失败了。是啊，重开了啦。太废了吧？啊，再读取了。哦。失败，好烂的！不要再坚持了，重开很久。好了好了，你赶快失败啊！啊，你刚不是很快？难搞哎，是猫哦。哦，对，我劝你直接出任务好了，反正他就在跳那个云端检查中了，等下失败又不知道多久。哎呀，检查中，那很废。这样我Steam也不能关啊。Steam不能关为什么？因为啊，就跳那个云端。哦，好好好。他云端在上传中，他也不跟你关系。哦。没有要叫的时候是怪人，听不懂猫叫，怪人。啊！吓死！到底站起来就跑走，坐下来又走，想要又走过来。你是怎样？为什么这样？是啦，还是不能接啦。什么垃圾？我再试试看，我能不能接任务。什么？到底是怎样？哎、欸，我可以接任务。哎、欸，好哎、欸。不要盯着书哦，你可以接任务，那去你那边了、啊。操！準備できますので。不要水啊！拿个爆头。哦。姐。有个叫懒懒的在这边要，我要免费的麦块。哦，懒懒，搞错了吧？等下我把它变成中小。啊，我要它的鬃毛。鬃毛破坏有25%，所以也是要破坏。破坏哪里？头吗？他没写的，有办法看吗？你可以点那个鬃毛，它会显示哪里破坏。哦，等一下，选那个材料，然后选鬃毛，点下去，它说破坏的部分是哪边。
鬃毛，头部跟身体毛发，头部跟身体。你知道我那时候挖尸体，四个全都是鬃毛。哦，头部啦，头部啦，身体是太多毛了，它只有头部。嗯。掉落物哎，旁边有掉落物哎。哪里？我看到了。血落物了，八八八八八。五龙血。浓密宝，哎，啊，不是我滚到这边，啊，你不要乱动，切尾巴过来，不是切翅膀，过来，尾巴。啊，哎呦，不对啦，不对啦！啊，这个也太难闪了，好烫，好烫，好烫，烫烫烫！龙力宝，放烟火哎！对了，阿旺了，阿旺了，阿旺了！你看我的，是打那个放烟火的啦！啊！不要啦，阿旺啦！为什么是我啦？不要我啦！你比较滑，我们滑不起来啊！好像也是哦。对啊，那还是比较打。哎呦，阿旺啦！不要我怕。打错人了啦！好扯哦！什么好扯？好扯哦！做贼喊抓贼。你们吧，阿旺哦，喂，我们是亲如好伙伴。阿旺，不要再牵他尾巴了，阿旺，阿旺，快死了，阿旺。不是我的，我会分身是不是？去死一死好了，去死去死，通通去死一死，去死一死。哇，我快不行了，啊，死好了，死好了。哎呀！按错了啦！我差点烧死了、啊！不对啦！啊，不对啦！我在瞄你！哎，对啊！哎呦！救他！救他！没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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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是我，不是啊！对啊，对啊！哈哈！我听到夜的声音，为什么？到底为什么呢？嗯、为什么？嗯，我忘了听到哎、欸，奇怪、欸。不行，我受不了，我要拿罐头，太难。纯打脸太难了。我是不是要再次去拿一点斩裂啊？我要回去了。拿。这我都滑下来了，算了。那个啦，对对对，不是啦，在你旁边那一个啦，他不鸟我。那鲑鱼啦，对啊，那只鲑鱼，对，那只鲑鱼。还在游。鲑鱼。还在游的那个。他不爱鸟我耶，超不爱鸟我的。嗯。我斩。伤害比较高。没用啊。你终于鸟我了。给我你的鬃毛！啊，好，来不及了！还要断尾，好水哦！那我就不用回去拿斩裂了。给裂他脸！哎，八好。还有这个闪逃，我是要剪尾巴。去找他，去找他。对，那个挖尾巴的就是他。
他怎么了？看瞎看不到。屁啦！他眼睛。他闻到你的味道。他闻的。不是，他刚刚眼睛扎，突然看了一下，他是插了两个陈列弹。<笑><笑>好痛！我好痛啊！ 在那边，我们在那边。哎呦！哎呦！只是拿弓不好打。 我有很多地方都打不透啊！嗯，啊，哎呦，你是故意的？谁？你们两个？没有，我们在打头啊！我们在打头啊！我左边有人打我，我右边滑两步，还有人揍我。啊，你们怎么在我们两个中间？ 默默的对有人滑到我的旁边，到底怎样？<笑>没有，打头没地方打了，剩头啊。我的头是不是啊？打我的头。<笑><笑>我装那一层，我不要理你们了。该装了，该装了。<笑>我想我哪个弓应该不会有人揍我，我怎么知道那个哪远程都在打我？没有，都在打头啦。 对，我的头。啊，你的位置就刚好在他的头前面啊，就在弹道上嘛。至少骗了，我离他的头至少三公尺远。<笑>啊，你就在弹道上有什么办法？哎呦！来，<笑>不能怪我啊！真的，看怪你啊，你打我，你们两个很无辜哎、欸。<笑> 我不要进，我不要输出好了啦。哦，走开，输出还被念。出出还被念。我们出阿空，出阿空。我没杀，反正要材料不是我。左边打一下，右边打一下，左粉丝。没有，我在原地没有动，我一直跑来接子弹。<笑> 没有，我就是看到，就是我先被云月打，然后我往右边滑，然后我看到繁星在这，我再滑回来之后，云月走到后面。<笑>啊，我可以动啊，我就是在那个位置走来走去打射击啊。<笑>我不要停，<笑>是你滑过来滑过去、欸，<笑>不要停的。<笑>没事，我耐冲了。<笑>装了，早该装了，哎呀。 我怎么知道我拿弓好像被人打？哎呦，它范围其实没有到很大哎、欸。那个、啊，以前是几乎是整个半区域。哦。现在只有它的范围大概，就你们射它那个距离上而已。嗯、周围而已。对。所以，好远点就好了。谁要掉落全部都密保是怎样？ 几率很高，跟点这一样，就一半的几率吧。对。卖球了！脸过来！哎、欸，你怎么倒下了？我不知道，我刚好扣球，你被追到。烧死了？应该是吧。 我看我的火抗是多少？12啊！啊，这道防御比较少的。哇哦！哎呦呀！ 我小了啊！要死了啦！要死了啦！啊啊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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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
失败。对对。啊，所以我们中猫呢没有，有一个哎、欸，好像可以了，好像可以了哎、欸。哦，原来是东西可以了，所以提早回来哦。哦哦。隐匿队归来。所以你材料够了？对，够了。耶、yeah. ，你就看要打去打暴林，行，嗯，没抽奖，没抽奖，追虫。嗯，这不错。你这个太你干嘛？你要想一下，另外一个是这个，那他煮的是什么？好吗？对啊，我的腰很会扭啊。比这个你应该比个赞有没有？你说什么？暴鳞龙？这怕什么？看一下，猎人笔记，大型魔物，电，怕电，嗯。对，你这时候在旁边比赞，还真的有点捅到了。等一下，侧甲上弹哦，我看一下动作有赞吗？你刚不是有比个赞吗？那个是拍手的那个而已吧？诶、欸，他自己比的哦。放射弹跟侧甲榴弹，对，他自己比的。霞龙的子弹可以用太多种了吧？第三页。炎黄的比较好。どうかどうかお許しを。太久了。待って。放射弹。いつでも行けます。動いちゃダメ。少々お待ちを。待って。放射弹。動いちゃダメ。待って。是被打到是不是？生产
你那动作是什么啊？懂死啊！我也要。哎、欸，还是是要解任务的吗？对。等一下、喔，等一下，是不是还没起？这活动的。那我好像还没有起。我打霞龙吧。等一下、喔，活动任务。哦、对，第一不第一活动任务，尔虞我诈的深夜湿地，装死，装死好白痴。贝壳弹全部弹道都有强化，嗯，贝壳装的话。全部弹到了强化，他是全部加一啊，加二，全加二，我是全加二，对，这个弹丸节约又利刃，好了，嗯。他在护营地的下面。哦呦，漂亮！哎呦，啊！为什么没刚好有一颗？太远了！你撞那边，我在这边，你怎么撞到我？我的妈！哎呦！哈哈哈！他炸弹多可！下来，那当然是跟世界的比赛少好多。嗯。对，这，嗨，这边，跟我这走。哎、欸，他下来，他下来。这里有个虫虫。他下来。他就在底下而已。对。他打架，他打架了。他找鲶鱼龙。啊。鲶鱼龙巫师他游走了。嗯、啊。对。没有，他只是神经比较粗，反应比较慢而已。哎呦！哎呦！谁啊？哦哦，鲶鱼龙啊。哎、欸，哦不是，他暴打我哎、欸，暴打哦，超龙必杀技，啊断了，什么画面？啊断，太快了，两、哦、个人在切尾巴，很快啊，哎呦，哎。破坏了，可能是下巴蒙特世家吧。哦，他应该很快就长出来了，他世家一直在丢。耶，上灵上灵尾巴。
怎么还是被砸到了？哎呦，卖掉啊！我走了，我走了。啊，不是啦！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！哎呦！啊！ 今天的手感很不好呢。没事的。啊，痛！流血。有人在玩爆头。啊，直接跳起来丢他啊、哦！ 对呀、啊，哎呦，看到有飞很高，他有叫声哎，有啊，啊，没下来，对，哦，我的血，怎么样？阿刚是瞎子乱撞。 太远了，真的。你要去哪里？去哪里？他在干嘛？去哪里？追他是不是？没有，我是说在后面跟他跑的那个。<笑>那他要去哪里？那边没有人啊。闪到枪掉、哦。<笑>啊！我要烧死！哎呦，痛！ 我都已经喝完水，你还丢泡泡出来？没听到。哎、欸，这边有落物，虽然不知道谁的，应该是鲶鱼龙的吗？哎、欸，大哥龙之类。这里，一堆鱼在闪瞎在旁边。<笑>哦，我刚想要把它闪下来，但我失败了。但是你闪瞎了很多鱼。<笑> 你好，你叫，我站很远，听不到。<笑>哎呦！ 我从他屁股绕半圈到他面前被，然后直接接到那一招，<笑>直接接到他吐了火球。<笑>你还好吗？啊，我吗？对。哎呦！<笑>坐远，一颗施加飞过来在我脚前面。那、哦、我干嘛滚走嘞？<笑><笑> 我想说这么远应该不会，应该还好吧？你去破坏，你要推去哪？现在我们现在只剩下一个近战了。<笑>对，他一直跑就找远程了，他就跑了，他就跑了去。<笑><笑>
他机表示很难玩这个游戏。所以我现在在换那个啊，转起来然后可以转身体的、啊，至少可以大位移。啊啊！睡了睡了睡了，来不及了来不及了，算了，浪费出去啊！我骑车了。哎，嘿咻！你要去哪里？你要去哪里？这里，嘿咻！你要去哪里？你要去哪里？你要去哪里？好，这里啊，这里这里，嘿咻！哎，他可以抓了。要抓吗？要抓还是要杀？抓都可以。我不知道他掉什么，我需要，但我知道我需要他的东西。你先抓再说。噔噔，上面好像有个矿吧？嗯，来掉喽，尖爪。记得喷射机的有一套装，有一个东西叫他的东西。我很熟练，你说青奴去接那个火球的事情吗？很熟练。随从掠夺物是零，你那边做事啊？他睡着了。啊，这次炼金也炼太烂了吧！我来看一下，打了几场，他炼了一些东西，三个啊，钝器能手高速变形，哇，这有点厉害，还附一个三级跟一个一级的洞。哦，好猪。好护士，好猪，好珠子。天宇耐震，这个好像还好。破坏王三不屈一，炸弹客，其他都还好。持续强，继续打吗？有人拆掉了。看一下缺什么？哇，基本上全解掉了。那个首领的起爆华裔，首领的炮虎是什么东西？还是炮虎？哦，首领的炮虎，首领炮虎，对，炮虎龙，炮虎龙，炮虎，首领的炮虎。首领的炮，首领脚、哦、我有哎、欸，我有白龙的首领炮符。哦，白龙比较好啦，不然打一般的话，材料，现在材料是越多越好。哦、oh, ，我可以接，可以接那就好。帝王冠之王牙双刃雷，方勇。哎呦，方龙的好像不错，可是他多了个将，将好像没有用。将是哪一件装的？通常战甲。钢铁。通常战甲。不是、啊，你配个将给我干嘛？商談を始めよう。いいぞ。哦，好。他配雷的装，我需要打下位的雷狼龙，还有上位的雷狼都要打。你可以打上位啦，因为上位也会掉下位的东西。哦，是啊、哦。
逆鳞，对不起。抱歉，抱歉。脚，他脚。哦哦哦哦。就是单独去打他。很刀。飞剑扩散弹强化。那我是不是？再换一下。蜘蛛的巨石千捐尸 ，OK。纯蜘蛛的捐尸，我要打小蜘蛛，好哦。这个是纯蜘蛛的捐尸，看来我要找时间自己去打小蜘蛛了。準備完了。こちらも出発できます。我想吃饭。吃啊，吃啊。吃宵夜的，宵夜猎人讲话了。宵夜猎人，不要。宵夜猎人，可以来叫个牛肉汤啊！牛肉汤，台北好像没有那一种好吃的牛肉汤。嗯嗯，有吧？只是不知道而已。最少我们知道这附近都没有。哦，不是吧？谁卡住了？好像我。三个人，我看到三个人而已。哦，没事。你这样还进得来吗？应该进不来了，名额被抢。上次好像有这样发生过，不是吗？那哎，趁早重开啊！重开啊，对啊，直接重开任务就好了。嗯。重置任务，承接前的状态。来るなら来い。哎，录完。你想说怎么了？他把我饮料打翻了。饮料哎。这带断的可以进去，那、啊、怎么上次进不去？是只有百龙可以进去吗？没关系，之后有状况，就是同样状况的话，可以试试看。好啊，嗯，好有，饭要重吃哦。哦不，我刚有，好似花生呢。他技能呢？嘿，等一下，我配个装。啊，一下就叫。啊，那龙魔虾。没啦，我得配装，认真配装。好，等你。好，配一下。
荒村去修炼场。哎呦，这个跺脚也太难，太难闪了吧！你说青蛙抬腿、抬腿、抬腿跺脚？对啊，如果没有在做其他动作是蛮好抓，但是在如果是在攻击的状态下要去抓那个就。下一个好随便了，淫魔。啊！微软。啊！失败。微软。配一套装备，这样划一划，一套装备强化下来，好贵哦、喔！又没钱了。强化这代强化真的好贵哦、喔。动不动就四五十万，喷掉。嗯。而且如果你要把它全部都强化完的话，可能要再另外四五十万。真的。从没有要强化到十几十多级就要将近十万块了吧？我一套下来全部五件都是另外配的，全部重下来五十万喷的。哦，对啊，哇，真的好贵啊。OK， 好了，那我们出去了。直接可以出去啊？真的吗？可以啊，我里面准备不了哎、欸。你要开选单，可以按的。哦，嗯。我都好了吗？等你啊！哎、欸，我做靠两个勾，因为是你没打过、啊，你没按啊？哦，我是房长，我也是我接任务的嘛。是啊，等你啊，两个勾，对啊，差你啊！你就出发了吗？嗯？啊，刚刚那个没了哦。啊？只要首领炮葫芦，设置装备，开始设置，设置设置。固定式龙炮击退魔物，陷入晕眩，陷入异常。什么线路异常？两线路异常？哎、欸，属性异常跟状态异常啊，火伤或是麻痹那种。哦，对，
属性异常就是那个火炮，大炮那个电、电击弹是可以用的，电击状态之类的，或是水状态。OK， 村民。这次没有特别要人打的东西。嗯。哎、村民放满了、防衛開始でゲコ。哎呦！他下去了，我瞄准他电的，他飞的位置，然后发电，然后直接往下摔。哎，哎呦！啊，看到了，有一只龙在撞墙。好了，他倒了。哎，机动枪开。大吃火龙，吃火龙啊！反击的狼烟，反击的狼烟呢、啊？但这次没有刷武器。转型前面是可以超龙，哎，哎，有了属性异常完成。嗯，再来就是那个用那个龙岩炮台塞上火属性就好了。嗯。哦，那火焰的没有刚好。嗯，这里放一台了。我这边一个，你这样刚好可以交叉。准备完成。爆弹置いたよ。爆弹。可以直接这样。火龙出现。位置错了。开门啊！我放一个炮台在这个这啊，这来一个好，这个好。嗯。来喽！去哪里？啊！到门口了，到门口了。按错了啦，玩到撞人了。异常状态是麻痹吧？但他变火状态没有加、欸。
对，麻痹才算。哦。哦。我的状态不算。那有点尴尬哎、欸。这个可以装毒品。可以、欸，毒跟麻痹瓶呢、欸。我回去一下、啊。好。雷狼龙啊！异常有了吗？异常三次，状态异常。嗯，倒是火炮台击退一个了。嗯，啊，繁星，繁星，先让我来。我打那个毒品。没有，我在下面玩。啊！换麻痹了。来，留几只给火炮台打。留几只给火炮台打。没有，停了，我停了，我停了。两只差一点点。这是倒下的，可以了。有了，有了，有了。哎、欸，没有、欸、麻痹弄不到哎、欸。另外一只、欸，另外一只还行，另外一只300，剩300，这些没都被谁射死了？我没有射啊，我想说我在打麻痹。啊，那个快死的留个炮塔吧。哦、啊。啊，对，我现在有狼烟。这是驯龙，这是驯龙，这是驯龙。我没有在打，我去拿瓶子。哦，完成了，有有有有完成了，有有有有对啦！第二波，剩下一场跟云雪。嗯。油断するでないぞ。一场跟云雪。这个冰，火的不算嘛？那这个冰的应该也不算。应该不算，他感觉是要陷入毒状态或麻痹状态那一种。嗯。爆弹准备できたよ。属性异常的状态异常在哪里呀、啊？一个就是麻，然后属性应该就是元素的那种，对吧、啊？属性异常，状态异常。你的电刀啊，火刀、冰刀、水刀都是属性啊。那状态就是会让你晕眩，不晕眩，麻痹、睡眠、麻痹、中毒、爆破，嗯。哎、那用爆破刀是不是五元素可以啊？五元素的就是火、水、雷、冰、龙，都是叫做属性异常。哦，毒啊，晕眩，毒、晕眩、麻痹、睡眠、爆破，这都是状态异常。嗯，先拿爆破刀什么的来算来打，会不会比较快、啊？晕眩的话，它是现在这边是写昏厥啦。哦，嗯，那是看官网写的 ，Rise 官网写的。还是换个爆破武器。对，好像换爆破是最快的。对啊，
入的借口。啊呜！不好意思，爆两次，这边很快，快哦，耶，这边快多了，用爆刀真的比较快，昏厥就，完成了，这昏厥，完成。昏厥要用血就打头，随缘吧。打头，好像应该要换个单手剑。不存在啊。啊，对哦，这个时间不要再打了，直接用那个。首领啊，放筒子的 啊，他一叫就直接爆开了。哦。避けるでぎこ。哇，那泡泡比较大颗呢。嗯。哎呦。那泡泡是不是烧起来？哦，会爆开，好哦。刚好被他挡住，退。单手剑啊！很久没有拿单手剑了。哎呦！我、哦、这边很适合叫那个哎、欸，哇，嗯，要叫那个啊，要不要叫教官？对，可以超龙，叫了，是，好他啊，大家自己挑一只龙啊，上车。啊，是不是我没有龙？对呀，赶上走啊！看我怎么踩到麻痹陷阱？我的车有陷阱，我的车麻痹了。怎么会有麻痹陷阱？对啊，怎么会有麻痹陷阱？啊，我没有车玩，我只好去弄个炮台了。加一加一，英炫加一。哦，应该打那炮芙蓉的齁，啊死了，炮妖很秀，超龙必杀技，炮芙蓉的零，五炮芙蓉的上子。上毛。主の様子が。仕掛けてくれよ。哦，他跳舞哦，一边喷水一边跳舞哦。哎，反击了狼烟。哎，这泡泡是怎样？太浮夸了吧！过来！
我们要叫村长啊！叫啊叫啊！啊！哎，他有炮，他泡泡有鬼火状态。嗯。红色的吗？还是一般的就有鬼火？就这一只，它不是会吐蓝色的泡泡？哦，刚碰到有鬼火状态。哦，那是电呢、欸。他去哪里呀、啊？哪里呀、啊？哦，他要来扁我。啊，扁完我就走了，看不懂。村长，村长做事。哦，先两间两间。哎，破龙炮有人去玩吗？还没。没有。哎呦！去玩一下。艾草出现。哎，不对不对，这是集中枪，很白痴哦。啊！破龙炮在哪里？哎，这个没有破龙炮，是你这个吗？哎，对，好像不是没有。哎，哎，哎，啊，这上面的是什么？他走过来的吗？他往马上往回勾了一下。哎呀，还有一层哦。安心倒下。嗯。無理しないでね。啊，我刚有这个。哎呦！吃我的爆破苦啦！他怎么越打越出去门口啊？对啊。要去哪里呀、啊？喂、欸，我会有，他用必杀技了。啊，吃火！哦，啊靠！有没有教官可以用啊？已经过了，只能用一次啊。刚过一次了，啊，只能用一次。要去哪里？还是死火龙，烦死了！反击在上面不是？好好好。啊，没锤到头啊！是啦，知道了，是啦，刚好十二点，哎呦，时间刚刚好，时间精算呢，哦，有了有了，首领的起泡华裔，为什么我没有？没有，没有。好像可以回来玩一下近战了，哈叮叮，我这个用一下。不是啊，这个位置放得很莫名其妙哎、欸，因为这边有那个啊，这边有一个路障啊，对啊。哦，没有说这个哎、欸，这个。哎、欸，有侧面的吗？对啊，就是它入口一进来左边那个角落。嗯，
有了，起爆怀疑有了。哇、哎、呦！哎呦！哦，这是什么？两颗水。蛮恶龙的。起爆怀疑，首领的起爆怀疑一个，两个。好。首领的弯曲角。哎，首领的弯曲角，角龙的吗？对啊。嗯。之后吧。回复。抽奖，中奖，水奈炸弹客。现在开护士才是抽奖的，真的是这很难抽哎、欸。商店的抽奖都随便的，他给的东西又没有很好啊。对啊。好了，休息了。好，休息啦。啊，好快的哦！玩到后面差点睡着，玩到后面哪一场开始啊？我想笑、哦，倒数第二场就突然哦，好想睡哦，因为下午又跟那个 DC 的打了一下魔物，然后就想说啊，剩两小时要不要睡？那么在犹豫，最后还是啊睡了，没有睡。好啦，就到这边啦，感谢各位，大家晚安咯，拜拜，拜拜。